Niponos. ，前世见过。你是谁？事情怎会如此？本应出现的萧老，究竟在何处？ 是吧？你我是否在何处见过？没有，郎君，你一定是认错人了。既然郎君已经没事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不可能认错，我上个月你我曾在忠义侯府见过。 当时，侯府夫人带着女部曲在操练，女侠还把我的发髻打掉了。什么女部曲？我没听说过。哎呀，你瞧我这记性，女侠这等俊俏的手法，世间罕有，一定是流云般彩戏师的嫡传。半个月前，我曾经捧过女侠的场。这位郎君，你一定是弄错了，你我今生今世从未见过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梦里有一位仙子，风姿绰约，和女侠十分相似。你我。 一定在天上有一段缘。哎，女侠，等等，我还没问你姓名呢，你家住哪儿啊？叫什么名字呀？